就是对彼此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？很差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开玩笑，当然。高圆圆和赵又廷将于28日举办婚礼，两人都是当红演员，赵又廷的爸爸赵树海更是资深电视人，可想而知的是婚礼现场一定星光闪闪。据悉，连内地不少演艺圈名人都将特地抵台见证，包含陈凯歌、陈红夫妇等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已经有个人宣布不会去了。张钧甯是赵又廷的前女友，曾传出赵又廷有邀请她。不过张钧甯在25号出席活动时婉转透露会奉上红包，但不会出席。观众看到这边已经觉得够惊险，但还有更惊险的。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位男士正帮高圆圆戴上婚戒，接着在水中激吻。婚纱照这样拍不会太费事吗？等等，这位可不是新郎，原来就是黄海波和高圆圆去年单刚演出的爱情喜剧，只是直到现在才正要在台湾播出，也难怪台湾的观众看了剧照要一头雾水了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